跟我说他订50个便当，他说11点过来拿，那11点半的时候店里面的人就说他没有来拿，我电话也没有通，也没有接啦，就偷网然后看哪里朋友还没有吃饭你就来拿。半左右打电话来，然后跟我说他订50个便当，然后他说有什么口味，然后他就指定了控肉、卤鸡腿，然后卤排骨。他说11点过来拿，那11点半的时候店里面的人就说他没有来拿，我电话也没有通，也没有接啦，就偷网然后看哪里朋友还没有吃饭，你就来拿。昨天我才看新闻有那个有这一人家什么。有被弃单，然后我今天就发生到上，我觉得算了，遇到了，换怎么办？负责网络行销的员工哦，看到。哎，他这一则 FB 哈，被恶意弃单50个便当，我就想说，好啊，这个也是要帮忙。哎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就是会恶意跟人家这样弃单的哈，真的是蛮令人发指的哈。